会是李欣吗？太像了。6年前关于他失踪的那份报道，是真的吗？他也曾经想当一名设计师来的。英语学完后，我想进艺术学校，学绘画。将来我想当个画家。你呢？我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，这是我的梦想。我原想当个画家，现在却从事了服装业，真是命运作弄人啊。立新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是怎么失踪的，也许是跟了鬼佬。喂，哦，Cindy 啊，请问去观摩10月8号服装展的人员名单确定下来了没有？好，那就好。嗯，没错，我想亲自去参加。对，加我一个。哦，另外啊，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设计师妮娜的个人资料？因为她跟我之前熟识的一个人非常像。嗯，好。嗯，那就麻烦你了，谢谢。嗯，是的。好，我马上到。